这一定是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，好不容易街头唱个歌，原唱突然现身啦，并与其合唱，想想都刺激呀。周杰伦在法国巴黎街头偶遇一位老外翻唱青花瓷，最后连周董自己也跟着唱了几句。前情似锦，我在等你，却没有你深情，别叫紧握你。可以啊。在你的身后，从前唱着跳跃，直到我未见你伏笔。Wait, you will not play for me. 一起嘛。I want to show. 来，一样。天青色的年月，何不再等你？却寥寥深情，可将心吻你。在平地树干里放浅草的飘逸，就看我未见你伏笔。天青色的烟雨和我在等你，月色被打捞起晕开的结局，如钻石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，你眼带笑意。除此之外，周董法国街头还偶遇留学生演奏青花瓷，周董还刻意强调，哎呦不错哦，不要打扰别人哦。我觉得他很想被你打扰一下啊。哎，这个音乐有没有听得很熟？有在拉你的歌。不是啊，你仔细再仔细听听看。对，我不要打扰人家，不要打扰人家。哎，这次要支持一下了。哎，对啊，对对对，等我们从阿德你就有我们从旁边的，哎，从旁边慢慢经过啊，不要被发现，不要被发现，不要打扰别人啊，不要打扰别人。台北街头举办免费音乐节，由于 DJ 播放一系列500歌曲向其致敬，在表演进入尾声时，500真身突然现身，现唱多首歌曲，真的太羡慕啦。街头歌手正在唱陈慧琳的《不如跳舞》，结果原唱突然现身并与其合唱，气氛简直嗨爆啊。街头歌手演唱周兴哲的《怎么了》，唱到一半突然本尊出现，于是两人合唱这首歌送给街头粉丝。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，怎么会让你抱着我哭，在努力的我们最后有你给祝福，怎么看你笑着什么神仙运气啊，街头唱歌能够遇到音综录制现场，更厉害的是歌曲的原唱胡夏也在，最后胡夏循声而去，也忍不住加入合唱。又回到最初的起点，哇，征服全世界，到最后回首才发现，这世界滴滴点点。
全部都是你。于文文海底捞吃火锅的时候，竟听到隔壁桌在安慰失恋的朋友大合唱《体面》，于是于文文惊喜现身，为失恋女生唱《何必》来安慰。太尴尬了，因为我就在旁边吃饭，然后我突然间听到这首歌。我们有派个人怎么样？我们点何必好不好？好。我给你唱两句，我唱完这两句呢，就翻篇了，好不好？咱就再不点体面了。我是怎样爱过你，就怎样放过你。街头唱，你是我的眼。原唱突然出现，街头网红小哥演唱《你是我的眼》，突然天降原唱大咖萧煌奇。起初小伙认为是模仿秀，直到萧煌奇一开口，才确认了这就是本尊呐。东郊记忆，一位街头女艺人正在演唱《想见你》，原唱八三幺乐团突然现身，并为街头艺人现场送上签名。哎呦，还是女生唱的。同样在成都东郊记忆街头，莫文蔚惊现一首《忽然之间》，引发路人大合唱。唱完了，路人还在怀疑这到底是不是莫文蔚啊？